好啦。你跟爸呢？我。妈，这个新年我会迟一点回来哦。没有啦，公司派我出差。好啦好啦，再聊啦。回来了，嗯，回来了。吃饱了没啊？吃了，我累，我要睡一下，待会还要出去。出去？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吗？我待会还要和朋友出去庆祝生日。昨晚我也想要跟你庆祝生日，只是你又没有回来。没关系啦，我本来准备了惊喜给你，买了机票。但算了，我们明天再去，好不好？不是说了，我待会要和朋友出去庆祝生日吗？回去好几天了。那，等你回来，我们再去啊。我回来的时候已经要新年，你就回家乡陪你家人好吗？别搞那么多事了。没关系，我们这样说定哦。反正我们很久没出去玩。喂，现在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你等我一下。嗯，我先过去。你不是累了吗？最好在家里休息啊，为什么还要出去？你不要逼我好吗？逼你？我逼你什么？新年前我会搬走的。搬走后就不要再回来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嗯。你路上有堵车吗？没有。我看你累了，去休息吧。妈，我还是回房间休息了。难得儿子回来，不要整天黑黑好吗？一直剪剪剪。我去一杯团圆饭了。最近妈哪有了？爸妈，新年快乐，吃饭吧。怎么又是一个人？
都几岁了还单身？妈，还记得我们的旧邻居吗？安克川。他的女儿好像还没有男朋友。过几天我们去拜年，当你们认识一下嘛。妈，不用啦，我都不适合他们。你要怎么样的女孩子？我再给你留一下嘛。不用了，妈。今天过年比较晚，怎么我种的花提早谢了？爸，不如这样吧，我去花市帮你买。有些事无法勉强啊，没关系啦，就让他们自由生长了。没有关系啦，反正我很久没有回来，就当着到处走走啊。我先走咯。我买了一颗花给你，你看。好，很好啊。刚才你手机响过，好像是一个男生打来的，你要不要去回电呢？好，我先去回电。刚才是我好朋友打电话来了，他找我有事情。尽管不平，反正我。